嘟嘟毛，看看今天老公给里边搁的啥，我猜指定还有鸡蛋呢。鸡蛋，嗯，又是鸡蛋。我就不信还是皮蛋，嗯，变成锅，什么玩意儿？好像大肥又飙了。炖成乌味挺好。我发现这次没有辣椒呀。香肠。好香。嗯，辣，怎么这么硬呢？